些问题，还有各位填写一下大家下午好。下午好。谢谢我们华哥当我们的接待啦哈，还有你或许那是再度的呼吁啦哈。啊，因为今仔日呢嘛，感谢着咱哦，今仔日咱是讲志工的迄个训练哦，啊，其实呢嘛是爱想的事啦，哦，唔是讲哦，今仔志工训练哦，啊，其他的道歉就没有关系哈，唔是安尼哈，当然是讲若有时间咧会当来，哦，像咱今仔日呢有干部就是唔是志工，志工用的内底。我们会当参与，或许是刚刚讲这个是很好的想法，哦，因为这个都脱离，这如果脱离规定每一个人的迄个范围，所以讲的不是干部，哦，啊，如果是爱上的核心的，有活动什么会的，咱拢会当布置，只要时间可以啦，感谢呢，哦，啊，买当第一方面的观念，啊，而且呢，这是爱上三个吼。哦当然，咱做干部的人出去咧，嘛有可能咧。讲今仔日咧志工训练内底，咱了解比较侪，伊要讲的嘛较有物件。哦，较袂讲话讲我碰到啥物问题，可能咱在边咱也袂答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就是感觉讲，啊，今仔日咧，吼，咱的啊，不是志工，哦，啊，但是干部会当参与咧，或是感觉讲，啊，这是真好啦。嘛，希望讲这种的情形咧。断的花生，哈、哦，啊，那么再来就是讲，咱有伫迄个制造的迄个群组内底，就是讲，若是有发布啥物消息的话，或是希望大家都能够，大家拢爱表示一下，安较知影讲到底这个消息是传有够，爱无够，哦，你若假设先吼，你拢无讲的话，到底是变怎有够爱无够，啊，你若讲。因为固体啊，有种错觉的话咧，想讲啊，我知影就好啦，哦，伊对，但是无表示到底是有无，唔知吼。啊，所以我就是希望讲，如果若是有这个制造的迄个信息机，哦啊，虽然是有人回答 OK， 但是你看无个顶块，希望你杀个等于看卖样。哦，啊安尼吼，安尼开可能咱的信息较袂因为哦去有覆盖，啊煞无啊无。无了解着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这是讲有咱做一个，互大家了解啦，吼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讲，因为啊，今仔日呢，啊，有去经过这个志工训练呢，相信大家对这个咱即届要开的这个弥勒家园吼，的这个内容、甲性质，安尼到有去较清楚，有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就是讲，即嘛是讲咱较清楚、较了解了后，就是讲咱登记了后，哦，有登着咱的啊，会当有这个条件的前线，嘛是希望透过大家多鼓励啦，哦，卖讲讲啊，即所做的代志交我无关的，就是讲咱大家有登着了菩萨，甲咱今日去所讲的、所了解，会当去代多鼓励较切。哦，啊，无咧，就是讲话讲啊，我为着食饭，哦，安尼吼来只单时间吼，安尼变成伊特别爱来，哦，啊，佫有一种咧是敢若讲吼来只吼，敢若感觉讲，哦，啊，规天啊食，规日食饭会感觉无聊吼，啊，因感觉会有这种个观念，但是咱今日去甲听起来时阵，应该个无共款个感觉嘛，哦，啊，这个当中咧变成就是讲咱较知影。了解内底啊，较知影要安怎讲。希望讲咱大家啦吼，无论讲干部就是吼，落去的时阵吼，有特别热心，咱会当鼓励，希望会当鼓励，就像咱拄仔讲的，无一定逐工到，吼、哦，啊，着你有时间到，吼、哦，啊，迄时间会当来，啊，咱就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咱即摆就是讲，咱的这个课程内容呢，啊，应该会不断的丰富吼。哦啊，互来参与的人，伊有感受着，哦，啊会感觉讲啊，这袂歹。其实伊连甲咱调整清小等，伊就会开鼓励啊。哦，啊，因为伊有来上过了后，伊连感觉讲无歹，啊，互因来讲，可能比咱来讲更好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这
嘛是着爱有商会啦吼，啊，佮有商会，啊，佮像恁今日去来听，啊，恁更加较了解吼、哦。那么呢，伫即个所在呢，慢慢吼，互人感觉讲来遮了后，互人感觉讲，哦，而且即个课程，哦，佮我讲过啦吼，利用咱大家当义工，因为咱毋是讲像你讲补习吼，一定爱有成绩个。咱主要是讲互老菩萨，他有一个概念，他会欢喜快乐，袂感觉讲来遮个遮吼，足无聊，吼、哦，啊来到遮嘛无啥物意思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啊所以讲个咱伫迄个志工个当中个，吼、哦，啊咱就会当学习，吼、哦，甲咱平时所学着个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毋是讲足专注个，啊毋可以跟他们，吼、哦，交做伙学习个，咱会当学习就会当学习，吼、哦，啊安尼起来。可能会互人感觉讲，每一工咧嘛，感觉真快乐个吼。无伊安尼比较咧，我另外一撮，感觉做不了。哦，像咱阿万先生佫讲，迄农民咧，伊每当走干一个人，逐天拢去看病。啊，为虾米去看病？毋是去看病，伊是爱去爬牛。哦，啊，你看遐济人，哦，啊，伊也感觉讲有人交伊对答。哦，啊，咱嘛希望讲吼，咱个老菩萨咧，伊进入一种。观念是感觉讲话讲啊，来遮吼，我着等食饭啦，还是讲哦来遮会感觉讲规工咧，因会感觉讲吼有那一种难点哦。啊，咱个即摆就是讲内底有即个内容了，啊，慢慢互伊去了解，安尼袂歹着着哦。袂讲吼像安尼提出来吼，足无聊个哦。那么咧，伫遮咧慢慢甲伊鼓励啦吼，啊，鼓励个时阵咧，就是讲互鼓励互伊会出来，啊，咱着。渐进式的，有当时啊，你讲我们来二十二天有困难，我去伊有时间，你就甲鼓励来，一礼拜来两天来，一天来两天来三天，拢不要紧。但是伊若感受到的时阵咧，其实伊会感觉讲吼，他越来越有活力。哦，啊，伊嘛伊迄个时阵会感觉讲吼，有影东西若要送，甲我介绍，有可能我嘛会来。哦，啊，反倒转咧，伊头啊有难点，啊，过来突破迄个难点了后。伊感觉愈参加愈欢喜，伊个日子愈好过个话，是毋是伊会甲恁感谢？哦，你像讲咱较早有人甲咱倒来引导，啊无了解时阵，变成就好像有难点吼。毋过出来感受个道理了后，伊感觉讲行这条路袂歹，所以讲伊会感谢讲，都是人是阮对一个因师吼，倒我来引导，吼啊安怎安怎安怎，吼啊安尼就简单吼。但是咱就是讲，啊，初要咱慢慢去突破那一种观念，哦，其实毋是毋好，是因伊还袂尝试着，哦，啊，伊会把迄个难点放伫伊个心肝内，哦，啊，恁今日你有听到个嘛？吼，正属于嘛，哦，你若讲较私心讲，哦，虽然来遮，但是我感觉讲我真疲劳疲劳，会当去困一下，嘛袂要紧啊，哦，嘛无讲规个。咱去对，咱爱对，咱对西对对嘛练嘛，嘿嘿嘿，哦，嘛真注意啦，哦，像你今日上安尼一课，大家人个概念上是，你讲讲，嗯，咱现在安尼个嘛真注意啦，吼，得一个大家无压力，无为难一个境界，哦，咱慢慢回去适应，哦，啊，伊来当教大家进进出出安尼学习，当然对伊嘛较好啦，哦，啊，但是无个时阵呢，不要紧，哦，只要来讲，互伊有参加一届。两届、三届，伊慢慢有体会、了解、培养迄个兴趣，自然他心里那一种障碍就会排除。哦，你像咱你讲迄个阿万先生的妈妈，哦，迄是听讲打头啊嘛是，也讲足有意见啦。啊，但是尾啊吼，伊安尼参与到尾啊，你啊看，迄囡仔要等伊找，拢爱伊安排伊的安排课，人家会使等伊，唔会伊个。哦，啊，你讲啊。一个刚开始，伊未足想要参悟，有可能交咱一部分的老菩萨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啦。哎，迄个难点啊，哦，啊，着迄个困难啊，哦，啊，其实你若有互伊行，会突破着了，会感觉着，哦，你啊，像阿来先生啊，起码搁爱做理解，哦，啊，伊也想要过分的，啊，你也想讲互老菩萨，家己发心要来过分等咱。咱像咱无即少年啊，讲一句假话，要来拍片外口，哦，总是就无看路嘛。啊，老菩萨有了一个机会，啊，你若栽培到安尼，你家己后来应该会成就，以后一定发发成就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就是讲，其他啊，我们
突破这个瓶颈，好、哦、啊，慢慢哦，伊伊咧一个人较紧啦，哦，等下咱有时间，啊，我们现在来，今天去哦，有啥物班啊，咱就做起来，可以吧？哦，会当习惯哦。那么伫迄个正月初一，哦，咱就要开课啦，伊嘛讲啊，咱大家还有干部，还有前线哦，来打，就是讲去讲领导的咧，我跟大家一旦共同来布置。啊，佮包括甲个咱领导人士共事，拢伫伊后，吼、哦，伊后时间上会使，吼、哦，啊就知影吼，咱就来遮，我爱人去共同的来布置，吼、哦，啊嘛希望讲，啊，咱这个班呢，吼、哦，会参与人士呢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会进会少，吼、哦，啊慢慢渐进式的，我们都能够把人事吼，把咱的单数吼，一旦慢慢优化。啊，这个优管是用强迫的，就是讲代表伊的爱戴人坐起来，你也管咱安尼叫成功，那个成功嘛，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就是讲以头啊，大叔踏出第一步，啊，咱有这个瓶颈呢，哦，啊，咱共同的，哦，来共同来突破这个瓶颈，哦，啊，这是或许哈，伊家呢，啊，今天去上这课呢，有一种反响啦，吼，其实话呢，拢总是爱靠大家。个社会帮你突破迄个瓶颈的啦，因为安那讲，安尼上台时也无讲出困难，你想知道，你感觉讲，那像安尼讲的时阵，你敢会感觉讲困难？对啦吼，真活泼嘛，哦，啊嘛真弹性足大啦，伊弹性足大啦，哦，安尼，哦，啊你从来来是变成只爱讲就对，哦，安尼一上啦吼，就是，对，你到毕业来啊吼，咱。伊人个安全吼，甲伊个种种，咱也是负责任的啦吼。啊，以上啦吼，或许嘛期待的就是讲，我们就是刚开始，有的地方呢，就是要在渐进的，哦，啊，迄是正常的，慢慢啊，成型的是正常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以上，或许而且呢，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啊，咱个的会方便医治啊，就是咱个制造呢，能够真的就像领导人士的那种期待。哦，按、啊、照我们的老菩萨呢，真的在他最后，哦，阿弥陀当中，他的道念坚固，搁以前一旦华喜充满，你最后这段呢，我刚刚恭喜新春快乐，阿弥陀佛，好，感恩啊。感谢神的慈悲，全道鞠躬。到极光，欲起一番，向极光母先三极光里全到一极光，二极光，三极光，感谢您的讲师慈悲极光，感谢两位讲师慈悲极光，感谢两位讲师慈悲极光，温到一极光，二极光，三极光。感谢领导讲师慈悲鞠躬，感谢两位讲师慈悲鞠躬，感谢两位讲师慈悲鞠躬。欲起之驾，向极乐母胸三鞠躬里全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戒全忍鞠躬，诵驾归等人士鞠躬，昏道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戒全忍鞠躬。送价格点的是鞠躬。好，大家好。好，谢谢。